由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主办，澳门基金会赞助的港好二十大齐声贺双庆短视频征集比赛活动现正接受报名。作品经过评审后，参赛者有机会获得奖项及丰富奖品，获奖名单将于7月15日公布。今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同埋今年都是我哋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成立74周年嘅。咁我哋妇联总会都举办呢个港好二十大啦，齐声贺双庆嘅短视频征集比赛活动啦。咁就希望通过呢个活动啦，可以俾市民创作呢个短视频，传播好呢个二十大嘅精神，从讲好澳门嘅故事，共同迎接呢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重要时刻啦。是次活动面向全澳市民，可以以个人或1至3人小组形式参加。今次嘅活动都诚邀广大市民参与啦，一齐用镜头嚟记录澳门嘅故事，用创意同埋热情制作视频，为祖国同埋澳门嘅庆典增添光彩嘅。咁喺舊年我哋婦聯都舉辦咗好多二十大嘅活動啦，包括一啲專題嘅分享會、講座，舉辦咗一個線上線下嘅一個問答競技賽嘅。咁期望用唔同嘅方式同市民一齊去講好二十大嘅精神嘅。參賽視頻內容可用廣東話或普通話演繹，並通過上傳至指定平台方式提交。是次活動更設有獎項及豐富獎品，其中包括獎狀及獎金。參賽者就可以選擇港好二十大齊聲賀雙慶為主題創作影片，製作20秒到2分鐘的短視頻內容。作品經過評審之後，參賽者有機會獲得獎項和豐富獎品。第一名可以獲高達10,000元，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別可以獲得5,000元和3,000元。另設最佳愛國愛澳獎、最佳港好故事獎、最佳創意獎各一名。每位获奖者都可以获得2,000元噶。妇联总会短视频征集比赛由5月15日至6月30日接受报名，获奖名单将于7月15日在妇联总会 Facebook 专页及网站内公布。更多活动详情可扫描活动海报二维码，或关注澳门有线电视的最新报道。